近日，一组唐艺昕的大片曝光引发网友关注。拍摄了几组不同风格造型的唐艺昕，将每一身衣服都驾驭得淋漓精致，令人眼前一亮。另外，唐艺昕这一次的妆容也是复古冷艳，齐刘海加上高级感满满的红唇，很是美丽。戴着红色针织帽也没有违和感，反而将这个很难搭配的单品穿出了自己的气质。这一次唐艺昕的大片最引发讨论的是风格上的转变。熟知她的人都知道，她往常都走清新甜美风，而这一次专门设计的挑染蓝发加上御姐风搭配，跳脱出了往日的唐艺昕，给了大家不一样的感受。网友也是纷纷在这组大片下留言，有人说到头一次看这种风格的唐艺昕，真的很酷，太有氛围感了。唐艺昕和张若昀也可以说是圈内大家都很喜欢的模范夫妻了，他们在2019年结婚之后就一直感情很好很甜蜜，现在两人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非常幸福。大家都说喜欢一个人眼神是可以看出来的，唐艺昕和张若昀就是每一次共同出席活动的时候都能够看出互相眼神中的宠溺，一方在说话的时候，另一方一定会看着他满眼深情。唐艺昕的事业一直也在稳步向前，希望他能够多多带给大家好的作品，也希望他的家庭能够一直幸福，夫妻感情永远甜蜜。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到评论区下方留言。